唱歌的吗？大哥下午好，我是唱歌的。帮我唱一首《睡醒女人》吗？睡醒女人是吧？对啊对啊。咱们收费是十块钱一首。没事没事没事，钱不成问题的，有的是钱。有的是钱。有有有有。行，那我帮你唱一下啊。唱的太好了，那我没那么钱。算了算了吧，不要走了不要走了，我就收费就十块钱。不要了不要了，唱的很好了。